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事情会顺利解决的。他对亲人的爱毫不吝啬。哎呦，妈，我最爱你！朋友有难，也义不容辞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你跟我说，我在帮你想办法。然而内心的挣扎，你看你啊，又要一个人扛啊！又有谁能理解？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女朋友的？想气死我呀，你啊！全世界在骂我，我回到家你也骂我。 我是被逼的，我也不想的，我不想的。送餐英雄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机选看更多送餐英雄的视频。